见的情形，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后续保养喉咙。对，非常好，问得很好啊。今天我说话都是斩钉截铁啊，军中无戏言。嗓子长茧就像我们手上和脚上长茧是一个字，因为我们劳动不注意戴手套防护，太操劳了，长茧了。长茧请问需要开刀吗？不需要，泡一泡，拿油擦一擦。可是它在外边，声带是在里边，怎么办呢？解铃还须系铃人。当然台湾不计划生育，大陆是计划生育。如果你今天坐月子不小心啊，没有做好，你们再生一个孩子，就好好弄几个大母鸡、老母鸡，炖点姜汤，弄点老酒，这个病就好了，什么腰疼病就好了。今天嗓子长毛病的人，千万不要说我今天晋升了，就要练我们的这种正确的发音、正确的气泡音、嗓音的按摩，最重要就是声带长茧是因为一次一次的水肿，就像我长了血泡，它瘪了以后就变成一个茧，就变成一个干疤，就长在声带上。不用怕，那是个软的东西，它没有骨头，没有刺儿。你时间长，用正确的方法，它自然就消退了。今天我们这手上长茧，不要干活它就不长茧了，不用治疗。千万哈，做完手术以后，如果你们的方法不正确，接着还要再长茧。今天你的牙疼，不去测肾上的火、肝上的火和肺上的火，拔了这个牙，那个牙就要疼。一个休息，一定要睡足八个小时，饮食要特别注意，喝水不能喝低于我们体温的水，太甜的、太酸的、太辣的都不能吃。睡觉一定要睡够八个小时，不管你是孤枕难眠也罢，一定要睡够，吃安眠药睡够，中午一定要躺上个十五分钟。让心脏也歇一歇，让你的声带也歇一下，啊！记着，有了这种病的人，千万不要去动手术，一点用都没有，把你的自信心全割掉了，就割掉像一个蚕豆那么大一点，就像一个小蚂蚁那么大，像一个小米那么大一点的小东西。可是把你的自信，我们平常一个压舌板压到我们的舌头上都要吐出来，你想要一个激光刀就从这边伸进去到我们声带去剪我们的声带，请问我们的声带3000万谁愿意卖？没有人愿意卖。可是我们就这样子一天一天的糟蹋它、蹂躏它，有一天这个媳妇就出走了，就不给你伺候婆婆也不伺候孩子，你就知道声带有多重要。声带不怕累，就怕不恢复，一次一次的不恢复就积劳成疾，就成病，就成病变，知道吧？所以说不管是谁可以公开说长茧不丢脸，我离婚了也不丢脸，听见吗？我不爱他了。长茧不要说，我长茧给大家都可以说，我长茧，我嗓子不舒服，该休息的就要休息，该停课的就停一下课，该调课的调一下课，不要硬撑，硬撑的话就是更加雪上加霜了。所以长茧的问题对于我们声乐家来说不是问题，就是错误的方法、错误的呼吸导致你的，怎么得的病就怎么把它治好，还照样要练声，照样可以大声说话，照样练高音。因为我们声音啊，一直高低大小不同，他想在哪长茧都长不到。你们老是中音区说话最累，就是叨叨叨、咪咪咪、骚骚骚，老在那个地方碰，老在那个地方碰撞，就在那个地方就长茧了。所以声乐家，意大利的声乐家就很少有人长茧，就是他唱得很高，唱得很低，很大声，也不是长茧。所以你们得了长茧的人，千万不要晋升。一定要练这个气泡音，包括舌头操，要润滑它，换机油，换机油，就叫嚼，这腮松，舌头松，下巴松，喉头松，这个地方啊，嗓子不舒服的大家看，手可以掐着喉头，这样上下，前后左右，这个是治喉头的地方最重要的。我们上台以前一定，啊，前后上下，用指甲盖顶后边的淋巴，扁桃体这个地方，这样子，像锁喉，有一个醉拳是不是这样锁喉？这样抠着，不是这样，不像撸鸭脖子一样，不行，这样一定要这样抠到喉管里头，就像那个上电线杆有一个那种工具是吧，这就上去了，这勾着，这样上下前后，这样，然后舌根紧的时候大家看顶舌根，这样顶舌根是天敌，说话很多人唱歌的声乐家，你看唱歌的时候会顶舌根，是检查自己舌根有没有在紧，这样顶顶舌根，这样顶它用力顶，这会让舌头变松，舌头变松，
额头变松，然后下巴变松，没事就检查松了没有。说话以前先吸气，说话以前先吸气。有人敲门铃，有人打电话，再拿电话机一瞬间，再拿手机一瞬间。喂，哪一位？千万记得先吸气，先气后声，先要气后要声。你们喂，哪一位？完了，就已经伤到嗓子，一定是喂，哪一位？装腔作势，字正腔圆。对，千万记得，一定要记得，先吸一口气再说话，先吸气再唱歌，就不会伤嗓子了。啊，气就是我们的炮灰，就是总统保镖，是吧？总统前后夹击着，不能让他受伤，嗓子声带。再问第二个问题来。请讲。这个部分我觉得学到很多哈，对于有在学这个太极哈，嗯，那有几个动作，我觉得好像也是，就是太极的原理是吧？对。那这种，因为我常常说活着就是一口气，对对，就是这样子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除了声音好，身体也会更健康。对，是的，气势、气量、气度都是这一口气。活成一炷香，啊，人活这一口气，唱歌不光是声音的声音愉悦我们自己，愉悦的周围，它本身这口气，啊，就可以带动我们的血脉，带动我们的情绪。千万记着，很多的瑜伽功，很多的太极拳，他们都是纯腹式呼吸，不可取。永远记着，老师这么说，你就轻轻地说，你就记着我的，气永远是往后吸，丹田在后边，永远记着，保证是对的。你今天对我反叛多久，你一定要承认我，你就开始找到这个，抱着橡木桶的感觉，千万别忘了吸。很多打太极拳的、打瑜伽功的都是逆式呼吸，都是腹式呼吸。到这里，打太极拳，请问这样能打吗？打太极拳是打拳击的，是一定要收腹，一定要收，不能这样整着，这怎么打人家？介绍，仰卧起坐，抬钢琴，抬重物，一定小腹收着的，预备起，起，一定是收着，千万别预备起。这膀胱是装水的地方，不可能装气，只有肺里边才能装气，只有瓦斯桶才能装气，不能往这里跑。记着，就往后头，记着哈，千万记着气。永远接电话训学生，先，你怎么样了？迟到干什么？先吸气再骂人，对吧？别骂半天把自己嗓子骂坏了，知道吧？发不完的脾气，说话性格要变，太急的人嗓子，太慢的人也不行，太慢的人不没有力气，不说不用气。也伤嗓子，太肉的人也伤嗓子，太烈的人也伤嗓子，太大声，吵一次架嗓子就转哑。好，该你说了，时间不够用，要20个小时才可以，对不对？对，2个小时哪够用啊？把人说的一头汗，急啊！吹他骗了，他上课只上2个小时，超过的。看我2个小时有没有在动？大家有没有还喝一口水？有没有坐一下？坐得了吗？坐不了，跟着美女坐了一下。还说我有老公了，弄得很没趣。你装的没有老公了，你这。